1968年，那至今也大概将近有50年的历史。那我们也是整个加工区一开始进驻厂商，所以有这个加工区的时候，我们民营之一就已经进驻在这个园区里面。那一直以来呢，我们公司是以外销订单为主，那主要的合作那个国外的精品，这些大牌为优先。那同时像日本的新山雅虎，也是我们长期配合的。那自从到了90年代，整个市场的移转到中国大陆之后，我们民营之一其实还是深根在台湾，坚持把我们最好的品质跟技术深根在台湾这边。那只是说我们也进而做一个简单的转型，所以到后期的话，我们自创的一个西装品牌叫做闪听你。那这个闪听你品牌呢，现在是以1:1的高端客制化为主。那目前也已经到了我这已经是承接第4代。那目前来讲，除了我们的原本客制化以外，当然也包括了一些我们的形象包装，这些都可以替客户做一个1:1的客制化服务。那这个是闪听你目前所在做的一个服务。有4代生根在台湾就对了哈。4代都在台湾，放眼国际啊！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